他们那么多人，我们如何应对啊？怕什么？来多少就杀多少。你们回去告诉汝烟尘和南宫玉沁，就说在藏神深渊内看到了很多永恒仙宗、神魂仙宫和皇府圣宗弟子的尸体，还有大量不属于人类的血迹。诸位，待会儿汝烟尘和南宫玉沁极有可能带人前来，切记，此二人可以重创，但绝对杀不得。至于其他人，通通赶尽杀绝。谭兄弟，以汝烟尘和南宫玉沁的身份，进入凶险莫测的永恒之地势力，很可能藏有高品级的保命底牌。即便我们有谭兄弟的金龙神师助阵，还是需要小心应对。皇甫兄所言极是，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。放心，此次伏击，我们必将大获全胜。你所言当真？回禀少主，千真万确，三大宗门的弟子尸体和大量不属于人类的血迹，是我和江师弟深入藏神深渊20里时发现的。少主，韩师兄所言句句属实。如此看来，定是妖兽杀了三大宗门的弟子，然后负伤逃走了。少主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圣女，此妖兽杀了我们那么多人，如今他已负伤，不如我们即刻进入藏神深渊，一边寻宝，一边找到那头畜生，将它除掉，如何？既然原因已查明，直接进入藏神深渊也无妨。圣女，本少主的灵州乃是家父亲自炼制的中品亚尊器，还设有攻防双重禁制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不如圣女和贵公道友们一起上我的灵州，如何？多谢了。客气，诸位，请。不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找死！
孽畜，受死！呀！果然是他，本少主倒要看看你的命有多硬。行。